自从这个白色的鹅收养了这些小 Canadian geese， 它就不在湖上孤独的、凄惨的叫了。以前它就一直在叫，呼唤它的伙伴，很凄凉，很孤独。现在他每天都游来游去，维护这个 Canadian geese 年轻的家庭。他好开心呢，他在这里安家了。Welcome home。 他还特别保护他的小北北们，看见其他的大鹅接近，他马上冲过去想啄他们一口。看来家庭是有各种各样的，爱也是有各种各样的。看见他对他的小北北们、新家庭这样的保护、这样的爱戴，我也可以学着他多一些博爱。动物的世界有的时候是非常美好的。温馨、善良，充满着情趣。